观众朋友，现在呢，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他在这个球队当中有很大的改变，其实整体咱们看这场比赛他具体改变什么，你看那球，球进了，球进了，比赛才打到第二分钟，我觉得现在实际看现在国安还没起，斯托扬诺维奇打进了他加盟中超联赛的第一粒进球，冷心左脚传到禁区里，投球，球进了，漂亮，这是比赛的第15分钟，格隆，格隆打进了他最近7场比赛里面的第6粒进球。范德达法西出现了失误，好球！管队的机会，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立柱上。哇哦！马上传到了前场的左路，到禁区里，格隆转身。转身打门，这一脚挑射被对手的门将扑住了。乌塔塔的到来激发了格隆的小宇宙，看对方的反击，斯托扬诺维奇，注意点，哎呀，交给格隆，三个人轮转起来了，康诺特在禁区里小缝隙还是做着传切的配合，哎，格隆，哎，这球怎么能到格隆脚下，其实是对方两个一员自己撞完以后，对，裁判了解不了解去之前的很多故事，对，哎，机会，哎，点球吗？裁判员怎么判呢？怎么判呢？给他点球，点球的邵佳一在交流，我们来看啊，啊是朴成带球向前领的时候，这是对他先扑的脚，完了以后好像打完以后才够的球，对，即便没扑脚，这球也是连球带人一块扑的，哎，这点球这个是没有问题。进了球，打在顶网上，卡努特确实艺高人胆大，这个球直接射一个球门的顶网，守门员是绝没有办法扑这个球，直接抽一个顶网，没有无打卡的时候看看机会，好，加一挑了一下，这球打在科昭的身上啊，加一投诉手球，手球，这球我们看看慢动作的重放，邵佳一起左脚一挑，这球确实是打在科昭的手上，扯开对手的防守宽度，看看中间，哎呀，这球居然没进，卡努特自己也不敢相信，这球没有能够完成射门，这是犯规了，哎，李威对于裁判怒不可遏，黄牌一张，他一直在同意裁判，其实裁判也认为是有利，对啊，拿着转身对方，李威有一张黄牌了。对，李威有一张黄牌了，这他自己把自己罚下了，李威领到了，用他这个不理智的动作领到了第二张黄牌，给裁判说急了等于，对对，这没什么好说的，肯定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，就这时候是攻是守啊，该怎么踢，传到后边，卡努特在做打门，张欣欣传过来，中路停下球，没有起脚射门的机会，转身乌达卡在打，这球张欣欣的解围，乌达卡自己带球转过身来，没有越位，哎呀，但这一下有了，打门球进了，球进了，这球啊多少有点运气，王小龙终于让自己的联赛进球记录打开了，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足协杯的比赛是打进2个球，他在进球之后跑过去和图巴科维奇紧紧拥抱，这是在山东鲁能队结下的师徒之情，这个球我们再看是否越位，不越位，绝对不越位，王小龙第一下没听好，但是转身的一脚搓射越过了守门员无眼的食指关，打破了对手的球门，比赛其实3:50已经到时了，村上申次已经在看表，好，来自日本的主裁判村上申次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，这场比赛的比分定格为3-1。